嗨，大家好，我是 Stan， 然后我们这里有 Aggie 来自香港，然后有 Jay 新加坡，然后我们有 Winky、Hi. 是在香港人，然后还有 Emily 是香港人，对，然后我是 Stan， 然后我也是来自台湾，对，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做一个台湾俚语的大挑战，就是呢相信很多就是香港的朋友嘞，就看到很多就是台剧啊或是一些台湾的音乐都会用到一些台湾的一些就是 slang， 就是一些台湾的俚语这样，然后可能有些人会看到就什么意思不太懂，或是你可能在网络上啊跟台湾人聊天，就是他们一定会看到很多台湾的一些网络用语，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教你那些用语是什么意思。真的假的？真的。好，就我们会有十题，前五题会是简单版，后五题会是比较难一点的，会有一些台语这样，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分两组，对，然后这一边就是 ICE 代表，就你可以看到这里是 ICE Hong Kong， 对，这边就是香港，对，代表，对， Hollywood 对吗？好，第一题就是雷雷。我也动手了。雷雷，或是爆雷。爆雷。哦哦哦。我不懂，还是 J J J， 很酷的意思吗？不是。喂。还要粗口。广东话。OK， 广东话。爆雷吗？雷。即系爆石。嗨嗨。啊，有。陷害了。陷害。不是，有点像。一点点，就是雷到一个人，呀呀呀呀，类似这样。你雷我啦？对对对，那算他们的分数。耶、yeah! oh! ！就是雷，就是指一个人拖累一个人哦， oh! 一个群体的活动，然后你就有个老鼠屎，老鼠屎，对，老鼠屎，然后你就一直雷别人，就哦，好雷，这人怎么那么雷？另外一个爆雷就是指，假如说我们去看电影，然后我已经知道这个电影的内容，然后假如说你还没看， oh! 就你就跟我说，哦，不要跟我爆雷。对，就不要跟我讲电影里面是什么内容哦。大家懂了吗？对，就下次可以。对，第二题，生七七。哦，好，生气就是生生七七，就森林的生，然后七七，对，生七七，或是七噗噗，像广东话有这种装可爱的方式。他经常装可爱，没有，是没有可爱版的生气。English 有吗？ English 没有啊，生气就生气了。他们两分的嘛，两分。在第三题，输了。第三题，加油加油，大家加油。汤啊啊汤汤，普通话汤，普通话还是？其实应该是母汤，母亲的母，汤匙的汤。大家可以猜猜看，母汤什么意思？母汤。例句就是，这个人潮我觉得很母汤。普通话不是。有 teeth 吗？台湾 YouTuber 然后衍生出来的，是吃的吗？的嗎不是，他不是吃的，形容词啊，讲人很笨吗？记性很差，他讲在很吵，就很懒。对，什么情况你会用这个？就是会，哇，怎么讲？哦，好像你妈。我说跟你妈有关系的，你妈好像跟台语有点关系，就是母汤就是指假如说你要拒绝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哦母汤啦，不行，类似不行，这个人好像做不到事情。对对对对对，就是母丁呀母。One point。就母汤就是只是一个就是很就不行或不要，可是就是很母汤就很不可以，就是哦母汤，所以像是二比一是母亲的汤。哇哇哇！这个是骂人了，这样哇。好，第四题就是秀下限，是瘦女生的一部分吗？你想什么？瘦下限？没有瘦下限啊。哇 J 哦，对，这个不太行。Bottom line 吗？接近。哦，老板很衰。不是，好衰，老板很衰，哎，老板这发生什么事了？做事很差哎，不要再秀下限了，可不可以？不要再揭露你的那个无能了。对对，类似这样，对，就一直讲说你就是程度很差，然后就做事都不会，然后一直就秀出你的下限，就是很 uselessness 这样，二比二的。Yes， 二比二。欢迎收看，我猜，老了的too old， oh my god， OK OK。第五题就是卤蛇，卤蛇，就是没有趴过的人。对，就卤蛇就是指就还没有出婆，就还没有男女朋友的单身的人，卤蛇。A 零吗？就 A 零，对，就 loser， 就是很 loser， 很卤，三比二，对。我这个东西他这么厉害，卤蛇，对，然后你会说自己很卤，就是哦，我都一直单身，我好卤，对，我很卤，对，卤、哦、好本卤，就我自己就是单身这样，好，